这簪子怎么好像在哪见过？算了，也许是我记错了。妹妹可是想轻薄哥哥，你可别忘了，你现在已经受了重伤了，是轻薄还是伤害你可做不了主。比如我现在就能杀了你。倘若妹妹要杀我，心里是欢喜呢还是不舍呢？妹妹既不肯进一步杀了我，又不肯退一步放了我，那只能我来做决定了。就是杀死医生的凶手。没想到我一向敬仰的风掌门也毁了自己。我还有一个疑惑，纵然风掌门内力深厚，武功高强，但他与医生功力不分伯仲，风掌门也不至于能够一招致命，这其中必定还有古怪。确实疑点重重，此事未查明之前不可到处宣扬，更不能让风姑娘知道。明白。